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样的呢？这样，这样，还是这样？而这一次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升级版积木 Magfx 磁力片玩具，它真正做到了超高的自由度与灵活性，让你可以完全释放你的小宇宙。玩具的外包装是一个手提纸盒的款式，包装正面是详细的图文介绍和玩法说明，中间透明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色彩丰富、形状各异的磁力片。再来看看它的背面，上面精致的印刷图片列举出来玩具盒内的各款磁力片的数量。这么贴心而又实在的包装，是不是第一眼就已经让你心动不已了呢？好，让我来替大家打开包装，看看里面有什么玄机吧。首先将磁力片全部拿出来，可以看到这些由正方形、菱形、三角形等多边形的磁力小卡片组成的玩具组，还有两本精美的说明书，罗列出了一部分玩具可以组成的造型。而且生产商非常贴心地考虑到玩具的安全性，即使外壳裂开，里面的小磁石也不会掉落出来，防止小朋友误食，家长们可以尽管放心哦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神奇的小磁片吧。每一个小磁片的厚度仅有0.56厘米，相互间的磁力却足够牢靠，就算做出多复杂的造型也不用害怕垮塌。小朋友们可以做出简单的五角星，还可以做出可爱的小海龟，也能做出酷酷的大火箭，还有小手枪、帅气的变形金刚等等。只要小朋友们开动小脑筋，动起手来，就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造型，想做的一切都可以实现。如果小朋友以为只有磁力片，那就错了。玩具还可以搭配不同系列中的不同配件，这些大大的增加了玩具的创造性和想象性，每一次都可以玩出新花样，玩出更多的可能性。使用动力遥控装置，让妈妈的高跟鞋跑起来。 Magfx 磁力片玩具不仅仅只是好玩，更多的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寓教于乐，更可以培养小朋友的数理逻辑、空间知觉、视觉观察等等很棒的能力，让小朋友们赢在起跑线上。宝妈萌爸们也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动起手来，看看谁做的玩具更有趣、更有想象力。话不多说，快快动起手来吧。如果你想了解此款玩具的价格及购买信息，搜索1001个玩意儿，了解更多玩具的资讯吧。打开微信，点击加号，添加朋友，输入1001个玩意儿，关注国内首个玩具趣味测评平台。